早安，先生，呆呆，你好，我有车，我介绍，我的名字连马连呐，我今年40岁，我结婚了，我的老公做是农夫，我一个小孩20岁，我从西加外来的，我的身高147公分。我的体重55公斤，我信仰回教，我的学历高中毕业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排行第一个。我以前工作在台湾2年，2017到2019跟工作加加大2年，2020到2021。我家是跟照顾阿妈，70岁跟小孩1岁，我会照顾病人，照顾老人，打扫厨房，洗衣服，洗碗。我要去香港工作，因为我想帮助家庭赚钱。自我介绍好了，谢谢先生，呆呆。